今天分享一个零失败的过年小吃炸蘑菇，焦香酥脆，比吃肉还香。首先把蘑菇掰成小条，用清水清洗干净，加一小勺食盐腌制20分钟，然后用力的挤干水分。大碗中加入2勺面粉、1勺淀粉，再加入盐、鸡精、五香粉还有椒盐，然后倒入半碗清水，打入一个鸡蛋，这样会更加酥脆。搅匀之后把蘑菇放进来，让蘑菇挂上一层面糊。锅里把油温烧至六成热，然后把蘑菇一块块的放进来，先用中火把水分炸出来，然后升高温度再复炸一遍，这样炸出来的蘑菇才会焦香酥脆。喜欢吃炸蘑菇的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，以免想做的时候呀找不到了，真的太香了。